生追求的是什么，然后珍惜身边的人，就这样。我觉得家暴真的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，因为会给人给被家暴的人永远造成生命阴影，然后极痛苦。不知道，是应该要如何的，就是在这世界上要应该要以爱去对待别人，用就是不要背离自己最当初的信念与理想。今天学到要勇于去面对自己之前的承诺，或者是自己的犯的错误。